全民居家防疫，向邻居接触的购物成了重大趋势。网购平台618年中庆邀请动力火车担任活动大使，不只是有金曲改编的洗脑歌，还推出了新版小游戏跟跨业直播演唱。本土疫情爆发，却也带动网购平台业绩成长。网购平台的618年中庆就邀请到动力火车担任活动大使，在6月17号晚上的跨业直播里，动力火车会在线上压轴开唱，用歌声陪伴大家一起居家防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动力火车。6月17号晚上7点，超狂年中庆跨业派对直播，跟我们一起安心在家拿好礼。不止改编洗脑金曲，打造线上演唱会，平台还推出简单又有趣的小游戏，寄出多项好康，希望加深好买又好玩的品牌印象。我们也跟动力火车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游戏，那也就是大家打开宝箱就可以看到动力火车藏在里面，然后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养虾达人，大家也可以利用这种养成游戏把动力火车养成一个摇滚虾编。618当天呢，我们会发出商城的85折券，另外还有就是人人的免运券，同时间我们在0点、12点、6点的部分的时候都会推出最强品1折的优惠。平台希望透过与动力火车的合作，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，同时捐出30万给动力火车长期担任爱心大使的基金会，帮助原住民小朋友改善生活，也鼓励更多人把爱传出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